当然刚才的牌，刚才那个那副牌来讲，其实你打二条打三条都不会有事情，都不会动牌。嗯，的确。八条靠上来，目前看起来四军可以进停。九筒八万进来，哇！丙修这把牌还蛮不错的，现在是不是来到两进停了？对，丙修的两进停啊，两进停。丙修跟丙红都是两进停，对，丙红也不错。丙红的牌，但是丙红的牌比较局限住，他要三筒三万二万五八条。神经哥，他的牌这个变化比较少一点。对，那丙修的牌型还蛮不错的，变化多，然后要碰的牌又好碰。哦，正好这个吃下来的话，是要打五万还是打六筒？五万吃下来，世军哥小三元单调红中。哇，来了！今天好，今天都是北风味小三元，是不是？对，绝张红中摸得起来吗？我觉得红中，剩绝张了，剩绝张，谁会打？只能靠自己摸了啦。对，这个我觉得丙红跟正浩摸到也可能会先保留。哇，七条来了，七条直接给正浩糊了下来，边七条，恭喜正浩单掉红中，但是红中被抓了一对，只剩一张。那正浩这边拉到了第二名哦，正浩自己也上升来到了22400。那目前第一名还是谢丙红的36200，第二名陈世军的31200，李丙修第三名30200，第四名詹正浩22400。休息一下，玩家上下换位哦，这个上下其实只有差那么个13000多，13800，差距不大，差距不大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进行决胜节。